记者洪美秀新竹报道。今年是新竹开垦300周年，新竹市府21日到29日在新竹文创馆举办新竹300博览会，六大展区今天抢先曝光，展现新竹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其中互动区和科技区充满新鲜感，更有超过70家新竹名店的新竹好物馆。市长林志坚邀请市民及全国民众来新竹文创馆，感受新竹人300年来打探的历史与光荣。林志坚说，竹市人口有44万人，面积104平方公里，是个让台湾在世界发光发亮的城市。他说，上任快4年，期盼改变过去在园区工作的朋友说自己是园区人，在青椒念书的人说自己是青椒人，现在希望大家找到新竹人的认同感、光荣感与幸福感，一起让这座有历史深度与远见的城市成为伟大的城市。林志坚说，新竹300博览会邀请台积电、新竹物流、台玻等三大企业打造新竹企业馆，从科技业、现代化服务业、传统创新业三种产业别，让市民了解不同领域的产业变迁，认识新竹经济起飞的历程与未来愿景，看见台湾人勤奋努力与分享共好的台湾精神。文化局长廖志坚表示，新竹300博览会主题为 See You Tomorrow, Zoom to 300亲爱的新竹，300个明日梦想。每个人都曾在此筑梦，梦想成真。随着展区内的导览，可看见新竹过去的时光，体验现在科技的无限可能。最后铺道 See You Tomorrow, 在美好的未来相遇。廖志坚说，六大展区有不同主题，有不少高科技互动展品。在制造城市中的积木区，参展者可以发挥 Maker 的实验精神，利用积木制造建筑或交通工具，完成后透过高科技扫描投影到云端荧幕墙，可创造专属的精彩城市。不老城市则透过4座触控墙、4道多媒体长轴，穿越300年的新竹，漫游新竹历史。此外，博览会也透过30位在新竹生活打盼的民间友人，带给观者不同的视角，感受新竹生活。向来新竹的新竹女主人，他们在此落地生根，把新竹变成更温暖的家。无名英雄则是默默守护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，是新竹强壮的臂膀。还有奉献一生，在自己的领域努力打造出优良产品的船产直匠人。另外，新竹独特人在环境生态、历史文化、体育竞赛等表现有目共睹。还有一群新竹活力青年，在外地游历打拼后，选择回到新竹市耕耘创业。此外，还有新竹科技新百工将创客精神融合工作与生活。透过这些角色的访谈故事，将体验不同的美好新竹。文化局表示，博览会六大展区有以不规则拼贴电视墙动画的光辉城市，创客精神展现科技未来的制造城市，用设计思维共创生活的酷暖城市，深厚文化软实力的不老城市，与孩童和青年共玩共学共融的超萌城市，和以人本与保育为核心的漫游城市。